第二十七题，玉馨从前方镜子里看见背后墙上的有刻度无数字的时钟成像，镜中时钟指示的时间为4:22，请问你此时墙上时钟指示的时间为多少？做这一题呢，有个小技巧，什么小技巧呢？就是呢，成像跟实际的时钟之间加起来时间呢是12点钟。比如说，我们现在的物呢是3点钟，那你看到的像呢就是差不多9点钟。如果你的物看起来是10点钟，那么你看起来呢就是2点钟，所以它们加起来呢是12点。所以呢，一个4:22的要加起来12点了，所以这边要7小时，这样是11，然后这边呢要38，这样加起来就是60，就进位就变成12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知道这一题我们看到的时间呢应该是7:38，所以呢我们答案要选择 B。第27题我们答案选 B，70:38。